采访周兄，周兄，采访也行。我叫你阿旭什么？阿旭，阿旭，阿旭，你怎么不理我？想不到我们阿旭还是个小富翁呢。花的不是你的钱，你倒挺会慷他人之慨。别这么小气嘛，不亏。不可行，哎，在呢。孤城酒妙，给我再来一壶。请你喝酒，地酒库是长处。与我去读些分舵，大闹一场。江湖上的事儿啊，无非就是贪嗔痴三个字。这么好的夜色，我高兴啊！冲天香阵后月阳，镇上一场好戏，他可终于开场了。这些宝藏其实都有一个名字，叫不劳而获大。这些蠢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？争争抢抢，死七七八八，有命中也得有命享啊，方才皆大欢喜。可惜文兄不是还要除魔卫道，斗地狱众生吗？地狱众生乐在其中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时半刻。你是想做英雄，还是想做浪客？天涯浪客，为君与我同意。周首领大人，再叫把你交给我，跟我走吧。温大善人，性格如织，你去哪，我跟着你一起去。能和我这位知己，浪迹天涯，诗酒江湖，潇洒走一回，方才不枉此生。